大家好，何君堯。咁今日咧就仲未翻到屋企，先喺呢一度同大家预报下，今日广播嘅时间应该会12点钟，因为我仲要花啲时间先可以翻到屋企。现在喺出边咧就同人哋仲有啲会议要开。咁今日我会同大家系大概会分析一下，有啲工作上嘅睇法。我亦都好希望咧，就同大家預告一下，禮拜三咧，我就會去做我嘅造勢大會，喺呢一個屯門仁愛廣場。到期時咧就友好嘅，各位友好，我歡迎大家嚟去做一個出席，俾我一啲鼓勵，因為選舉始終都唔係容易。咁我就暫且同大家講咁多先。今晚12点钟同大家倾偈，11点半未翻到屋企，多谢 ，thank you。